是位戏剧家。哦，戏剧家。戏剧专家嘛。哦，还称为是专家了。啊，那可了不起了。没听说过吗？没有吗？大家常提我。啊，说什么？说专家来了。哎，那就是说我呢。啊，说专家来了啊，就说的是您呢。哎，哎呀，这位真了不起，专门研究戏剧。是是，从小我就喜欢啊。您的爱好？嗯，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。是是，写几首回来就唱。您在哪儿唱啊？教室里唱。在教室里头唱戏啊？教室里方便，有台有桌子，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。你这这倒挺热闹啊。啊，我们老师很喜欢我。哦，还喜欢你啊？对我非常注意。是啊，每天都让我罚站。是得叫你罚站的。你有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？那说我太淘气了啊。你是够淘气的了。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。哦，还是爱好，每逢假日就去看戏。是是，学校里也是办个游艺会，我是主要的演员。您爱好艺术吗？可最怕考试。怎么？一考试就得弄小抄。那你要不弄小抄呢？那就不及格了。那你送堂可不用功啊。可以分考什么啊？要是考音乐唱歌，我准得100分。那么别的课程呢？差点。什么历史啊地理啊？顶多60分。60分？哎，好，将将及格。算术最糟糕。算术考多少分啊？30分。30分啊？啊，哎，那不及格呀。是啊，后来大学就毕业了。你这位还大学毕业呢？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就从事戏剧。是啊，一直到现在。哦，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了。哎，这么啊？所以我对戏剧有一个比较。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？50多年。哦，50多年。我对戏剧啊。这很。您今年多大岁数啊？38。这不好吗？所以啊。行了，别说了你。啊，你今年38岁，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？啊啊，这怎么意思？是啊。嗯，他这个就这差点。啊，差点。你这差多了啊。你听着奇怪是吧？啊，是吗？啊，是吗？连我都奇怪。那，啊，这鲜花吗？嗯嗯，你自己说的，自己还感觉奇怪。啊，是这个。嗯，这倒是个问题，值得讨论。还是的，是吧？啊，一个38岁的人啊，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？对呀。啊，然后好像你听我这个话，这个啊，有点矛盾。哎，对了。对了，我就问你，38岁的人呢，为什么研究戏剧啊会50多年？嗯，他您这笔账啊，我算不上来。那什么，你慢慢算吧。我慢慢算，我也没法算呐。那什么，我给你算。那可以啊。我研究京戏是7年。哦，7年。嗯嗯。研究话剧是8年。8年，这多少年？7年加8年，这15年呢。嗯，你7815吗？7856啊。哦，乘法呀。啊，怎么你按加法那么算了？那可不加法吗？哦，所以你就搞乱喽。我搞乱了？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？所以我那算术才考30分嘛。你这算术也叫考30分？这是跟你说笑话。嗯，我研究戏剧才10几年。那就是。那么您研究的怎么样啊？还不错。哦，在外国留学的时候，嗯，得一个博士的学位。博士？嗯，什么博士啊？戏剧博士。哎呀，那可不简单呢。当然喽。他得个博士的学位，那您得要发表一篇论文呢。哦，是啊，博士论文吗？发表过了吗？嗯，发表过。啊，在外国留学的时候，是是，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页。哎呀，费了3个月的脑筋。得，发表了以后，那些戏剧家一看，哈哈，真是盖世奇闻了，真叫了不起呀。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？主题啊，嗯，是戏剧嗯与水利的关系。嗨，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？嗯，有密切关系啊。怎么？唱戏唱时间大了，必须得喝点水。这个水厉害，这是一般戏剧家没有想到的问题，而被我发掘出来了。啊，你这玩意儿啊，真不简单。这是我论文中的一点。嗯，是是。还分析了很多事。啊，都有什么事？
你看京戏话剧同是舞台剧，是有很多地方处理手法不同。哦，什么地方不同您可以说一说。道具就不同吗？哦，道具你要演话剧，这个戏四幕四景要四堂道具，那是短一样都不行。它是应用的，过去演京戏就简单，台上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。怎么就全行了？这桌子用处大了。这个桌子还能够当别的用吗？可以代替很多东西。不能代替什么？那边搁个椅子，这边搁个椅子，从上边走过去，这是个桥。哦，桥梁。待我登高一望，往桌上一站，是什么？这就是高坡。哦，高坡。下得马来，上山道，走几步，上桌子一站，这就是个山。哦，就是山。三张桌子落起来，一跟头往下翻，这就是房。哦，房。这房可比山高。怎么这房会比山高了？就为看那个翻跟头那个技巧。哦，看这手武功夫不同吧？是吗？还有什么不同呢？布景啊，布景，哎，也不一样。演话剧一定要立体布景啊，用立体的，就是在台上搭个小房子，是三面的房子。哦，后墙留下来给观众看。那么前门呢？这个房子的门 啊在哪儿呢？多是在后边。哦，坐在后台。哎，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，请进来，拉门进屋里来了，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。对，是吧？哎，出入都有门。是是，京戏就不用。哦，有一个台帐就行。是是吧？就用一台帐。哎，嗯，不论哪个人物都是由打那个帘那儿溜达出来。哎，他那叫上场门吗？是吧？对呀，他有他的好处。有什么好处？出门亮相啊。哦，舞蹈啊。是是，你比如说一个武将扎着靠一上台一亮相多漂亮。哦，武生，比如赵云吧。哎，啊，请问赵云进场。来唱唱且不唱且唱。哎，好看，蛮漂亮，是吗？你要给他来个立体布景，这弄门让他开门出来再亮相，没劲了。怎么不行吗？那多难看了。你这样怎么样？赵云平常唱唱这不唱这唱。行了，别亮相了，你这声亮出来也不好看呢。是吗？你看出来进去可以没门。是。可有的时候在台上要描写门。那怎么描写法呢？没有怎么办？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，他就抓出个门来。怎么一抓就抓住个门来？你什么戏上有这个动作呀？比如三娘教子。哦，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，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。是，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啊。怎么个动作？你看啊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不请东人到来，带我出门去看呢。注意啊，哎，要抓门了。哦，上千锅下千锅，拉开门分左右，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，再瞧后边怎么样。什么也没有。可不没什么吗？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。对，开门的姿势好。特别需要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？怎么样呢？搬把椅子搁那儿也算个门。哦，什么戏上有拿椅子当门的？乌龙院。嗯，宋江走了以后，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，算个门。对，武家坡进窑那点，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。哦，这是跑坡那点，就这点。嗯，千里走丁王宝钏，后面跟丁是平安，进得窑来把门一。怎么样？进不去了啊？进不来了，那个就算门。对，椅子这是门吗？是不是？还有什么不同呢？描写吃喝也不同。啊，吃喝也不一样。话剧、电影都是真吃真喝。对呀。啊，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，嗯，那都真吃。哦，真吃。其实，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，那干嘛要吃呢？那也得真吃。怎么？为的是拍出来以后人家看着真实。哦。一顿饭还不定吃几回。那是怎么回事？哦，照电影麻烦极了。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。是，比如说照这个吃饭的镜头吧。哎，饭菜都摆好了。哦，导演一看齐备了。预备开始。
哎，这演员赶紧吃，嗯，吃吃吃。导演一看感情不对，停住，添饭重吃，走，这还得吃啊。照几回他就得吃几回，那就吃吧。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他都有胃病，那都吃的。没听说过，他为照戏真实就得要真吃啊？不，不一定是这么做的病，不是这么做的病，是啊，真吃。啊、对，嗯。那么京戏喝酒也是真喝啊，也是喝。哎，拿起酒杯来、嗯，诸位朋友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。来，我们再干一杯吧。真喝，对呀、啊，真吃真喝呀、啊。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啊，是啊，一表而过。哦，说的挺阔气。怎么说？酒宴摆下啊，酒宴摆下，其实什么也没有啊。每人一木头酒杯，哦，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。哦，前康前康，不隆咚哐的隆咚一咚咚里个隆哐隆前一个嘞哐，干，告辞了。怎么样？饱了、啊？饱了？吃什么了？什么也没吃就饱了。那怎么不真吃啊？真吃就没意思了。啊，你真来色菜一汤。啊，来个黄花鱼。哎。来红烧海参，你看，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啊，吃完嗓子也哑了，甭唱了。哎，那也唱不出来了。再者说，人家观众买了票到剧场是来看艺术的，对，不是来看吃饭的，是吗？也没有看吃饭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啊，吃喝不同，嗯，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哭乐也不同啊，哭跟乐也不一样。你看京戏的哭，它是用了夸张的手法哦。跟生活里边哭有很大距离，是老生一哭是这样，怎么哭？啊，娘哦哦哦，老生啊就这么哭。青衣花旦是这样，怎么哭？哎呀，青衣花旦都这么哭，这也就是在舞台上，哎，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。马路上有哭的吗？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没人哭啊，那是得哭啊，他不能这样哭啊，要这样哭叫什么呢？艺术性的出殡啊，没听说过。你想啊，出殡才艺术性，几个人抬着棺材，孝子打着幡啊，孝子看见棺材一难过，在大街上，哎，娘哦哦哦，后边那几位妇女，哎，这倒热闹热闹啊。要这样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、啊、卖票干嘛？买了票看出殡的呀，是不是？嘿，话剧电影里边哭，嗯，跟他这个手法就相反啊，就不一样了。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哭给夸张，并且把它缩小了。怎么到缩小了？让观众感觉到这个人物哭了就行。哦，不能真哭和大哭。怎么不能大哭啊？大哭破坏了艺术的美化。哎，那不显着真实吗？真是啊，大哭 啊， 啊，那就可乐了。怎么可乐了？悲剧也能演成喜剧啊？电影里这样哭，啊、哎呀哎呀！对对对对，哪有这么哭的？就是啊，嗯，是吗？你看，是我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，我忘记哪个演员了，反正那个演员也是个别的啊，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哦，说话有一种舞台腔，嗯，哭起来没有真实感情。怎么哭呢？他那哭，你看着可乐。怎么了？哭的可乐。你瞧他这像。嗯。后、哦、妈，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，你就是去了，苦命的妈。哦妈，完了，完了。哭的一点不真实。这还是男的。那么女的呢？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。怎么？他就是嗷的那么一声。怎么哭啊？这样。嗯。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，我的精神太苦恼了，我的心里太难过。哦，这就是哭了，哭了。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呢？哎，对，你擦眼泪，我也看着别扭啊。怎么？眼泪是由眼眶出来啊？是啊，应该擦眼窝嘛。啊，对。你看，他们擦眼泪不擦眼窝，擦哪儿？擦鼻子下边。擦。怎么擦？这样。哦哦哦！就这么擦眼泪啊？哎，嗯，可是眼泪刚出来，在眼窝这儿，他不擦。哦，
他在半道上等着他。啊，这个眼泪在腮帮那拿约会，大概是啊，在上边擦呀比较分散。那怎么样呢？到下边集合好了一块擦。眼泪跟腮帮这集合。后来我一想，一定是有困难。哎，有什么困难呢？化妆抹那个油彩，黑眼圈不能揉坏了。哎，你要拿手一揉，多难看呢！拿手揉，你这样哭，嗯，揉完了，你再瞧那眼睛啊，怎么样？成熊猫了？哎，那更不好看了。啊，这是哭，哎，哭。那么笑呢？笑也不同啊，也不一样。话剧、电影里边的笑，跟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啊，差不多。京戏的笑也夸张。哦，你看那小生一乐，怎么乐？啊哈！小生啊，就是这么乐，这也就是艺术。是台上，对台下没有人这样乐啊。我们这儿说相声，大家都乐了。是啊，要都那样乐，受得了吗？啊，全场的观众全这么乐呀、啊？有一位受不了啊，那位坐在台下呢，人家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。那好吧，嗯，这位倒是乐了，那别人吓跑了。说的。哎，这是哭笑不同。哎，还有什么不同呢？走起来的台步也不同。啊、哦、也不一样。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啊。是啊，也穿厚底靴子。哎，走起路来多是直步。哦，走直步是吧？都是这样的。哎，是怎么走？京戏是迈方步啊，走八字。走起来这个样怎么走？你瞧一瞧。抬嗯，这样走起来你看着它美。哎，好看。可只能在舞台上啊，要在马路上也不行。哎，你要在马路上这么走，那也好看呢。好看管什么？哎，美呀、啊，这位美。嗯，我咱们这散场以后，观众回家，哎，都这么走啊，走啊，这是很美。美，你天亮也到不了。受不了。就现在舞台上、哦，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，哎，连马走道都迈方步。怎么马还迈方步？舞台上不能用真马呀。那么以什么代表？就是那么一颗马鞭。哦，马鞭。没上马以前那样走。哦，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。怎么个动作呢？你看吧，你瞧一瞧。驾远大人马，嗯，走过来，哎，借鞭搬弯认凳片腿骑上走。再瞧这马，嗯，还这样。可不还这么走吗？这匹马保险摔不着。哎，那倒是啊，走的慢、嗯、还有坐车啊。戏台有真车吗？没有啊，啊，就那么两个旗子啊，那叫车旗。推车那个人站在旁边举着那个旗子，上车的姿势，上车姿势蛮好看。哦，是这样。怎么样？四顶仙妹上车了。嗯，一扶这旗子，哎，这就算坐车了。坐车了。可是还得自己走。哎，可不自己走嘛。是吧？这车没底儿啊，马没腿儿，完全靠着演员的动作引起观众的幻觉，使你联想到坐车和骑马的意思。哎，其实这些动作呢都是从生活里边来的。是啊，经过了艺术加工美化了成为舞蹈。不错，京戏的舞蹈好。好，生旦净丑走出来都是那么美，各有各的姿势。就拿老生说吧。啊，老生最美的得说是袍带老生啊。您说文老生啊，出场是这样啊，怎么个动作？这是端带。哎，这是透袖。这首叫正官，这叫吕然，阴水袖，上步。您看都多稳呐、啊！而且看这玩意儿着急不行。哎，那倒是。你有什么急事，他也得慢慢走。他能慢慢走吗？是吧？哎，这是老生，小生更美啊。小生，他不也迈方步吗？八字摊得远。哦，迈步亮靴底吗？是啊。比如说玉堂春这个小生。哦。出场是这样。啊，怎么个动作？嗯。这小生啊，他迈的步就大。哎，你看这透袖一只一只甩。哎，正官，啊，李然，哎，这没胡子，是吧？
你看这走起来多美。对啊，你看这个姿势好看。嗯，那哪位带着相机可以照一个，留作参考资料。啊，行了行了。哎，这是小生，最美的就是花旦啊。花旦，哎哎，这可不容易表演。现在好啊？怎么？现在都是女演员扮演。哎，过去是男人唱花旦，是啊，那更不容易了。哦，你想一个男人要扮出一个女的来，让人看着那么美那么像，嗯，那得多大功夫。是吗？嗯，那阵选个旦角那难了，真不容易。哎，一般男人你不能唱花旦呢。啊，你得够弄条件。我还得够条件。同样说体格得长得漂亮，体格苗条，哦，线条得好，线条。嗯，那您我这线条怎么样？您这不成，这粗线条是不是？我这差点。哎，啊，面型呢？面型也得漂亮啊。男人唱花旦都是小白脸儿，对，像您这小黑脸儿，这就是。差点，差点儿，差多了。嗯，我要是唱花旦还行，行吗？我要是扮出戏来是很美的。哦。不过现在这么看着，我估计这还不够那理想。怎么？因为我没化妆，没穿戏衣，所以看着还不够那么十分的美。是啊，可是已经也不错了。啊，这是您自己有感觉。哎，我扮出花旦来够漂亮，是吗？你看我摆一个姿势，嗯啊，你就看这个姿势，嗯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，像不像那个张君秋？谁？君秋。嗯，您那个姿势不像君秋啊，有点像素秋。像泥秋。什么姿势？扮出戏来就漂亮。是啊。哎，你看我这个头不高不矮，中等身材。哎，你看这个腰多苗条。腰身细啊。嗯，你看我这个面型它都合乎标准条件。哦，这脸盘唱花旦非得这样。嗯，长花脸，哎，尖下巴颏，嗯，高鼻梁，大眼睛。我就眼睛小点儿。这是个遗憾的事情。这也不够漂亮。唱花旦眼睛还是最要紧。哦，眼睛最重要。哎，你看那花旦一出台，两个眼睛滴溜乱转。嗯，他显得那个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。是啊。哎，有的时候花旦来个飞眼儿。飞眼儿。哎，这个文字形容啊。啊，怎么说？叫秋波流慧。哦，秋波流慧。哎，你像他这迎风流泪，到我这儿全不行。你看我学一个花旦出台用眼睛的地方。什么戏呀？红鸾喜金玉奴。这是闺门旦。出来念四句白衣，扔手绢，拿眼睛那么一飞，你就看出这个眼睛的漂亮。您来了，看着。抬抬个令令抬，青春正二八，生长在贫江，暮春春寂静，空腹貌如花。哎呀，有点意思了。